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mantha。 咁我哋咧探完嫂嫂之后咧，今日接住咧就系有一个踩单车活动啦。咁咧就因为老公咧买咗一个新嘅系俾 B B 坐嘅单车，咁啊扣住咧喺佢嘅后面。咁啊头先咧就佢喺度砌呢个单车啦，咁都都几重下嘅，系啦，俾大家望下。咁但系咧呢个好特别嘅，系得一个扣咁样扣住嘅，真系唔知点解喎。我以为佢有两个扣啦，点知唔系咯，佢有得一个扣。咁但系头先佢试踩咗一次咧都 OK 嘅。咁我哋咧就而家实测下咧，而家咧我就嚟到呢个 fun part 啦。咁咧就试下踩一个圈，睇下个情况系点。咁如果 OK 嘅话咧，我哋之后咧就可以带仔仔出嚟踩单车，就好似唔使特登出去 city 度租啲三轮车，我哋自己咧都可以带住仔仔都去踩单车做下运动，咁又顺便放埋仔仔电啊，咁就唔使斋攞呢个stroller 咁样咯，系啦，好啦，我哋而家出发啦。好啦，我哋咧实测咗一个圈啦，咁其实都几难拍，因为今次我哋冇带 GoPro， 所以咧就难拍啲，系啦，咁但系都拍到嘅。阿老公，你觉得今次孭住多一架车仔，会唔会觉得好重，好难踩单车啊？唔会。容唔容易揸？嗯。容唔容易 control 啊？我有成廿几个波嘅，我上车落车我转波，以前唔使转嘅，自己一个人。而家上斜落斜要轉波嚟適應後面嗰個拉住你嗰個重量，因為如果你唔轉波咧，上斜路咧，如果係前邊嗰個大，後邊嗰個細咧，係好吃力。你要轉前邊嗰個齒輪細，後邊嘅齒輪係最大，咁就變咗係你會踩好多好多次，但係你就啲力度咧就好佢就每個圈係好順暢嘅。系咯，咁就你呢、這个呢架呢架车仔买咗几多钱啊？二百五十几。美金系嘛？美金，佢好就好在佢可以一头喺个地方有第三个辘嘅。如果你唔去连着单车咧，拍翻低咧，你可以做个啲人哋跑步嗰啲叫做咩 ？Solar 系嘛 ？Solar 叫做 jogger。哦，系咯。因為有個，因為呢個嘢會反翻喺出邊，
見到你咁推住跑步咁樣用嘅，呢個有兩個用途嘅，係俾跑步嘅人捧住你個 B B 喺前面咁樣跑。如果單車就呢個轆咧整翻起佢，咁咧連翻住個單車嗰個架咧就拖住。係。而家出邊咧聞到燒焦味啊！咁啊，已經唔知第幾架消防車，係啊。咁啊，我覺得幾好啊！呢個又可以放 stroller， 又可以放單車，係啦。今日咧唔知點解零舍多蚊枝啊，上次都冇啊。同阿仔仔出嚟嘅時候，今日咧勁多咯，係啦，你睇下幾靚，係咯，可以駁去後面。我以為當初佢係駁前面噶。點知道原來佢唔係呢個前面嘅玩法咧，就係 for stroller。如果 for 後面咧，就係 for 單車咁樣咯，都幾好啊！呢個牌子，同埋最重要係佢紅色啦，係啦，即係都係嗰句啦，揾容易去觸目啦，俾大家見到呢架車啦，發生咩事都知道哦，揾到紅色就係呢一架車啦，同埋都安全咯，睇落去我就咁喺後面見到佢咧，都揸得幾穩啊！是啊，不是话想象中咁重啊或者点样啦，虽然不是我揸，但我见到佢易如反掌，因为呢个翻 part 呢好麻烦嘅系呢，佢系有上有落嘅斜坡，咁我都以为呢佢会好容易跣胎啊定成，但佢完全冇囉，好顺畅囉，同埋头先佢一掟个靓弯呢，佢系完全跟住个单车掟埋个靓弯囉，即系唔会话摁亲个 BB 囉，我觉得呢个牌子都唔错喎，真系。是啦，200多元抵玩啦，如果成个夏天得闲，即系唔一定要带佢出去行噶嘛，因为啲 B B 咧行两行又话攰，咁但系呢个就好方便啦，即系你自己又可以做运动之余咧，二嚟又可以带 B B 啊唞下新鲜空气啊，又可以带佢出嚟散步啊咁样咯，系啦，即系一举两得啦，系啦，如果当佢攰嘅时候坐下，唔攰嘅时候佢又可以行两步咁样，都几好啊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实测完毕啦，咁啊唔系特别推介俾大家买嘅，因为其实都有好多牌子啊，系咪啊，老公？系啊，我拣咗几份，不过上网上 YouTube 话呢个差唔多系俾两个 B B 之中系又平又正咯。系啦，因为美国你知啦，市场好大噶嘛。系啦，就唔一定要系买呢个嘅。咁但系如果大家觉得我哋睇完呢段片又觉得几啱嘅，而你又打算又好似我咁生一个啊、生两个啊咁样咧，咁呢个嘅组合咧就好啱你啦。而且咧又可以鼓励大家咧去做下运动，几有益身心嘅。好啦，咁如果大家中意呢段片嘅朋友咧，记得俾个 like 我哋啦。系啦，虽然都系家庭 vlog， 咁但系冇特别推介嘅，纯粹系我哋以一个家庭 vlog 嘅形式去分享一下我哋美国生活啦。吓，咁我都知嚟紧咧，美国咧有好多人咧生小朋友啦，同我差唔多年纪啦，即系结婚啊，又准备生小朋友啊咁样，咁都几啱大家嘅，即系一个娱乐。咁如果大家有其他娱乐啊或者咩又好想推介我哋玩啊试下咧，都方便大家留言喺下面话俾我哋听。咁我哋下一次可以考虑下，都可以一齐交流下心得咁样咯。好啦，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，姐姐拜拜，爸爸打牛仔，劈劈打劈劈，劈劈劈劈，啊，唔好行错路，行嗰边，嘿，劈劈行得太快啦，牛牛，劈，唔准行呢度危险。牛仔喺结束之前呢，我想再补充一下呢个资料，呢个 bike trailer 呢只係适合12个月或以上嘅小朋友嘅啫，而每架车呢只能承载每位小朋友嘅40磅或者18公斤嘅重量，而佢亦都会提供呢窗户紫外线防 UPF 嘅50+，所以无论外面阳光有几猛烈都唔使驚㗎。咁如果大家好想知道详细嘅资料呢，我会将佢摆喺 description box 嗰度，咁大家去睇下啦。